Capcom 网络旗下电玩明星，以及美国 Marvel 惊奇漫画的超级英雄，齐聚一堂的超火爆格斗大作 Marvel vs Capcom 3宣布2011年2月15日率先在北美地区推出。这款华丽炫目的格斗游戏日前也公布了新登场人物。 Marvel 漫画方面新增了力大无穷的女浩克，这个全身绿油油的金刚芭比擅长各种摔跤技巧，会把对手打得体无完肤。而 Capcom 方面则新增了洛克人系列中帅气的杰洛，这个一身火红的超级战士能以手上的电子光剑把对手打得无招架之力。另外 Capcom 还宣布 Marvel vs Capcom 3将会推出限定版，内容物包含游戏光碟、特制包装盒、12页全彩画册、两个人物下载序号，还有免费观看 Marvel 线上漫画1个月。买个游戏还能免费看漫画也是不错啦。Player one win. No damage to report. Moving to next area.